先就由他来回答问题。首先那个恭喜一下我们张雨绮，三二一，让我看一下我们的画像，帅爆了！接下来我们有请二位一起站到我们的面对我们的荧光镜头。最后五秒钟，四、五、三、二、一，好的，来，我们工作人员将话筒拿上去。来，分享一下感受，看到另外一个帅气的自己，哇！我才知道你们看我是这样，我难怪你们会喜欢我。哇，好会撩，看你撩到吗？所以还是很满意，对不对？我自己觉得非常像。给他打个分的话，你会打多少分？120分。哇，120分，超满分，比我好看，所以没有啊。120分，我觉得两个都非常非常好看。哎，那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见到蜡像的心情，好不好？惊喜。安心了，安心了。之前是不是很忐忑？对，这个是大实话。然后就很激动，激动，真的。那刚才有说到8个月的制作时间，那么能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在之前参与制作的这个环节，或者是参与设计啊，或者是量体的时候，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？就是那整个过程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怎么讲细。还是各种头发的长度啊，然后各种尺寸，甚至眉毛什么的都演了，没有你就是你想得到的之外的，他们也都演了。等一下，适当的、得体的、把身体的各种，对不对？需要的尺寸都量出来了啊。对，我们环节差不多，对不对？但我现在准备一个神秘的嘉宾啊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可以啊，我可以把他带上来吗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对，怎么可能？神经病啊！神经病啊！不是，我今天请了我的好兄弟一起来，因为他，因为他其实也在朱家夫人做了蜡像，但是我们俩不在同一块。不在同一个地方，所以我觉得今天把他带来跟我一起共享今天这个荣誉。三二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